中山没错没错。哎呦，那琵琶没个锣鼓。这个匈牙利的一个舞蹈，那么各位有没有看到音乐一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怎么样？好像大家是好几个好朋友，然后在一起，然后在这个酒足饭饱之余，大家开心起来就开始一起跳舞，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样子。就是呢，基本上呢，在匈牙利呢，我们的这从小就看到大家都是这样子一起聚集在一起，同欢享乐的，所以呢，其实基本上每一个人多少都会一起跟着跳哦。那再来，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这个演出，我们一样呢，借给你们最有态度的一个感觉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好像置身在这个欧洲街头看表演一样，好吗？我们掌声的欢迎我们的 dancers。
Thank you.
想，刚刚那位美丽漂亮的主持人哪里去了？我把他踹掉了。好，没有啦，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跳的几首舞哈。那刚刚第一首，这是考验你们的记忆力哦。我从后面往前讲好了。那刚刚我们跳的那个双人舞一直在转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是，以前是匈牙利王国的，现在已经到了外西班牙的那个地区，好，是属于现在罗马尼亚。但是那边很多匈牙利裔的人都还在跳。然后这个舞呢，基本上是即兴的，就是男生带你怎么转，你就得怎么转。他要叫你去东，你不能往西；他要叫你往前，你不能往后。那其实我们刚刚不是即兴的了哈。啊，要稍微记一下，你记到了。我们不像那个匈牙利人这么的厉害，就是舞序完全都在心里，他们是真的完全即兴。好，女生不用记舞序，记了没有用，因为男生跳的跟你不一样，你也得跟着他。好，那刚刚那个是由慢到快，双人舞的舞都叫做恰德西，恰达西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的第二首，就是有那个一蓝一红两队舞者在那边跳的，那个也是恰德西，是不同地区的。然后那个我们的第一首穿的比较花俏，好，那其实是吉普赛，匈牙利的吉普赛。那个吉普赛人他就是流浪到各地，他就会吸取当地的文化，改变之后作为他们的养分，做出不同的演出。那因为他们是流浪各处，他们需要用才艺来赚钱，好，不管是演奏还是跳舞。所以刚刚的那个第一首夏德西，西卡尼夏德西的音乐呢是吉普赛风的，那的舞蹈很像匈牙利舞，也有那个转圈啊，那个立达转，然后也有那个踏冰什么的，但是呢就是风格就会比较像是比较 free 一点，穿着呢也比较没有整齐啊，有没有？刚刚是各穿各的，各色头巾。然后说到头巾呢，刚刚是不是舞者啊？我告串。我想说我可以一口气憋下来，好，不行，因为我还接下来讲还很多啦哈。啊，你看我现在是绑了这个头巾，哦，我绑头巾。那你刚刚看跳那个夏泽西的那个蓝黄两套那个洋装的，是不是绑辫子？绑辫子的是小姐，未婚。所以绑头巾的是什么？太太。是的，是太太。因为你已经不需要招蜂引蝶了，所以包起来，好。然后等一下，所以你会看到一样的服装，但是他可能头饰会不一样。好，如果他是包头巾的，那么就是已婚的；绑辫子，或者是待会儿有戴珠冠的，头上那个装饰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那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仿冒品啊，红土。那个都是小姐，因为那个未婚的才需要哈。然后啊，换好衣服了吗？讲这么多就是为了换衣服。接下来这个呢是一个组曲，匈牙利其实最有名的是男子的吉鞋。等一会儿可以看一整段，大概两分钟的，有没有两分钟？有了哈，再长他们就没气了哈。两分钟左右的吉鞋舞，再来呢是跟女子的慢板夏德西，夏德西都是双人舞的意思哦，不是说专属哪个地区。接着是快板的夏德西，最后就会是我们的上场，所有人一起上场的大乱斗啊，那是那个跳跳舞，是那个西卡地区，也是现在在那个外西班牙那边的啊的那个跳跳舞，像我们有图过我的朋友就知道啊，杜纳托里跳跳舞之类的啊。好了哈，谢谢大家。刚刚都知道我们是什么团体啦哈，我们是奥罗 ORO 奥罗土风舞工作群。然后我们不是只有只会跳匈牙利舞啦，但是匈牙利舞的表演服装比较多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请放音乐，谢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